凶了没？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很特别或很有趣的事情？男生的身体是不是？我觉得很有趣哦，有哎，像女生大部分都不知道哦，因为之前有男生就跟我讲啊，讲说哎，你作品在冬天拍，一定都没有人要来。我会男生听的这样说，女生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冬天的时候会变比较小，所以男生就是有男生的朋友跟我提说，就是你冬天拍一定没有人要来。没有，你拍照的时候旁边准备一个小火炉还是？然后对，然后还有人问我说，摄影棚会不会很冷？燃烧把火点。我们来问男生哦，经由这样的了解，你想当巧儿 model 吗？请按圈叉。OK， 笑脸可以。OK 啊，我一直都很有自信。打圈真的要去，真的吗？打圈真的要去，而且我们要看作品哦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全身啊，我就下半身比较好，上半身不露脸没关系，不用露脸，不用露脸，马上帮你募集很多个。对啊，小胖很愿意。对啊，我一直想当局部帅哥啊，因为我脸没办法，所以我 OK 了，我跟你帅在可以了，局部帅哥可以。不要脸就好了。哦，好。Benny 也要？我觉得不要嘛。我觉得我应该还蛮好拍的吧，我的面积又大。我跟你讲，下半圈的都要负责，都要去哦。真的要去？对啊。对啊，下次我们看四张，就是笑脸小胖。奶罩或 Benny， 奶罩跟我打叉。换答案的第一个拍，而且要拍脸。没有，他的太黑了。我刚以为是做效果。但是，好，我会有点想拍啦。可是，其实我是会害羞，但其实我是蛮想试水温看看，就是问他是女生是不是喜欢我这一型的那种。哦，我们来看还有其他的作品，作品对不对？算比较大张喽。嗯。Oh my god！ 这是我的油画啦。不是这个啦，是油画啦。这个是要送给那个主持人的，就是谢谢。哦，这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是我那个前年的展览的库卡，然后是也是绘本，这是你画的，你画的，好有才华，这是棒的，你铁道哎，对啊，而且她还是城市小姐，对不对？第三名，哇，今年刚出炉，有美貌又有才华，大夸嘛，又看过地理万机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其他的，这个这张可以借我们看一下，也是油画，嗯，对，猫，你看，我的油画是自学的，我没有跟老师，啊，有自学的，对，那个尾巴是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哦，所以其实真的，你看，所以孩子哦，你就给他一个方向，让他自己去做。